2013年1月5日晚，精品传媒非凡华育2013时尚盛典在北京举行，李宇春、吴奇隆、黄渤等数十位明星齐聚现场。近日徐峥主演的新片《泰囧》最新票房已超11亿，投资人王长田曾接受采访时透露，徐峥在他作为导演和演员的酬劳之外，还将享受10%的利润分成。自导自演的电影《泰囧》创下超过11亿的票房神话，徐峥整晚心情大亮，与黄渤聊天撇头嘚瑟。Thinking you got better than me， 这个不够满意，不要以为我要向你看齐，江山只有半壁，不过如此的表演完毕，一声叹息，初心向着你。不留娱乐，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